杰出才艺投身美国政坛。台湾出生的牛玉玲七日宣布参选纽约州众议员。外貌清秀的牛玉玲对公共服务充满热情，当地政界人物和亲人都来站台。他个性是非常的正直，看到任何不公平的事情，他一定要尽他的能力去帮助，不管那个人是谁。听到阿姨的大力推荐，牛玉玲难掩激动心情。她当过众议员幕僚，认为移民该在政坛发声。But our story is the immigrant story, and we are very much part of the American fabric, and we are very much part of New York. 牛玉玲毕业于纽约市立大学，她透露祖母曾在桃园国小任教。我的中文就是我奶奶学来的。如果我没有我这个中文的话，那我就没有办法在纽约就是可以服务那么多人。所以我其实就是很爱台湾。刘雨玲在纽约第65选区参选州众议员，结果将在4月中投票后揭晓。北美中心帮他加加油报道。戴森温馨提示：今日天气转凉，戴森 J-Focus 喷射控流技术快速均匀温暖全房。